身为一个英雄，就是要心怀正义，不畏强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看亚速在那边滑来滑去，我自己很厉害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爷饶命啊！当然啦，通常是蓝宝在线上霸凌别人，所以你可以逃，但是你不能躲。哈哈哈哈哈！打打打去！哇哦不不不八！哎、欸，你看有人选八子耶。然后就霸凌完上路，就来霸凌下路。惊喜 motherfucker！ 然后看到八子这种角色，更是要霸凌他。进去。哎，不对不对，等等等等，我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歌了。哎，随便啦，继续烧。听说喜欢蓝宝就是一开始对线很强嘛，几乎都是在爽烧敌人啊。对啊，然后就基本上没有太多敌人，太多天敌啊，然后再把这个优势带到其他线上。大绝 CD 蛮短的啊 ，gank 也不错啊。然后就中期的会战的时候发挥一下，根本就是我。